I'm interested in musical storytelling in your quite famous pieces Drama and Parade. Obviously, those pieces are much more than simple percussion pieces. They are full of musical but also physical, theatrical, or operatic gestures. There are references to Chinese music and Chinese storytelling strategie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internationally understandable narrative elements in it. So my question is, was there an internal story you followed, or is there just the abstract idea of a story created in or out of the music? 在这两个作品当中，没有具体的故事的情节，是音乐的逻辑是更重要的。完了之后呢，但是呢，就是容纳了很多戏剧的元素，这个而且很多地方的那个写作的效果，是这个确实是对那个戏剧场景，就对中国传统戏剧的场景是有想象的，尤其是那个戏，就是脑搏三重奏戏，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那个场面的想象，不同的场面，对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的那个角色行当，比如说青衣，比如说黑头花脸，对他们的声音的模拟，这些都是这个一些具体的中国京剧传统戏曲的那个人物声音以及他们表演方式的想象，但是他们并不是在讲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他们作为一些对戏剧的象征的材料，是被按照音乐的逻辑组织在这个音乐中间的。戏这个作品有六个乐章，这六个乐章的组成方式呢，倒是跟那个中国跟那个西方的多乐章的套曲的组织方式不太一样，它是按照这个长卷，就中国有一种话叫长卷，很长，里面包含很多的场面，戏剧场面，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情节，大概是按照这样一个意思来组织的。当然音乐的逻辑也很重要，你比如说这个六个乐章是按照这个三对脑搏的这个演奏状态进行区分的，三对脑搏它一共有六片，对不对？第一乐章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个脑搏有的时候是被提着的，有的时候是被放着的，有的时候是被这样拿着的，有的时候是被这样拿着的，有的时候是这个这样扣着的，也有这样翻着的。也就是说，第一乐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包含了，在第二乐章就基本上全是这样拿着的，第三乐章是全部是这样放着的，第四乐章是全部是这样放着的，第五乐章又是综合的，就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但是呢，加了更多的人的因素，在那个模拟一个戏剧的表演的效果。第六乐章就是全是这样拿着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这个音乐的逻辑是很重要的，音乐的，但是呢在写作的时候是追求一种戏剧，中国传统戏剧化的那个场面的那个
那种形式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我是这个不喜欢这个 Chinese opera 这样一种说法的。在我看来，就是说一切中国独有的东西啊，都应该用那个中国自己的名字，而不要去用一个这个西方的名字。Chinese opera 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戏曲，就像这个琵琶就是琵琶，Chinese lute 这叫什么东西啊？这是很奇怪的说法，琵琶、笛子、戏曲。京剧，北京 opera， 这都是很奇怪的，它容易引起混乱。劳勃、小勃、川勃、劳勃，就不要什么北京 opera symbol，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劳勃、小勃，这是。Among many things, you are also well known for your work on language and the importance you gave it in your operatic wor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 its rhythm and melodies, there are many references to language, so it is the case also with your music. In pieces for voice and instruments, how do you see their relation then? Can the musical language add something to the vocal language or alter it? 在我的这个声乐作品当中，还有歌剧作品当中，当我为人的声音写作的时候，他们是超越这个一般音乐的那个什么主题的概念的，旋律线的概念的，他们在那个在我写人声的这个声部的时候，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的声调是决定一切的。由于情感、情绪、人物性格的原因，使这个语言发生的一切变化，它都是从这个人物出发的。任何的变化不是并不是按照音乐的逻辑，或者说是音乐发展变化的逻辑，是按照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情绪当中说这句话，他的情绪发生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我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在我写歌剧的时候，这种变化和音乐的发展不是那样一个概念，完全是取决于人的概念。当然，最终我要把它组织到音乐的逻辑中间去。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对于我来讲，就是人在歌剧里面为人写作，是完全和器乐写作和作曲当中的那些所谓音乐的发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人在说话，他的情绪的起伏的概念，那是决定一切的。Do you see, out of your perspective on Chinese opera, also new possibilities for form? So alternatives to Western style like motif and leitmotif or instrumental motifs that structure an opera, or alternatives to variation strategies or, in general, new ways of working with material, or alternatives to strategies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n opera, or also structure a form of individual scenes in an opera. 这个川剧和京剧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它完全可以跟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都有可能为一个作曲家
创造新的当代的现代的作曲作品，创造新的那个作曲语言和技术，提供启发，提供这个素材和提供思路，这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川剧和京剧跟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它都是能够给作曲家的当代表达提供启发和材料的。在中国的传统戏曲，这个京剧、川剧、豫剧、梆子戏、昆曲，一切的传统戏曲当中，他们自身没有主导动机这个概念。对，这个他们是用曲牌啊这一类的概念来构成的，那是一种完全和西方不同的，但是和西方某早期的某些歌剧还是有类似之处的。主导动机，他这个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在音乐上面，就是说以音乐为基础构建一个巨大的这个戏剧结构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但中国传统戏剧不是这样表达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戏剧当中应该是没有那个主导动机的这种说法的。但是样板戏，也就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当代表现的形式，以及今天创作的一些那个，比如说京剧和地方戏创作的新的表现当代题材的戏，现代戏，他们在这个中间使用了主导动机的那个手法，这个里面的主要人物会有他自己的主题，完全跟瓦格纳一样，而且这个在一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主题存在，比如说在很多样板戏里面都会出现那个东方红的主题，它是作为毛泽东的象征而出现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个西方的，它是也已经出现在中国的那个传统戏曲的现代戏当中，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变奏思维的话倒是一个在中国传统音乐传统戏曲里面是有的，变奏思维这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很普遍存在的。但在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呢，它还是这个行当，那个还有曲牌，完了之后套用，就是它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那个还不能叫变奏。所以说这么说吧，在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就西方式的变奏的这个因素是有的，但西方式的变奏是好像是不一样的，跟西方式的变奏是不一样的，没有那样的。我的歌剧从整体的结构这方面来讲，跟中国传统戏曲川剧京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的。它是这样结构的，首先我要一个那个戏剧剧本有一个很好的文学结构，非常好的文学结构，人物是鲜明的，这个结构是那个完整的紧凑的，有戏剧性的，安排很好的。首先我要有一个很好的文学结构，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把它纳入到我的音乐的结构当中去，也就是首先我要有一个文学结构，然后再我再把它装到音乐的结构里面，所以最终完成的是按照音乐的逻辑和结构形成的。所以说我的歌剧大的超过一个小时，不管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它都应该是这样的，跟传统的川剧京剧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根本没有重唱和重奏，所以说我的歌剧里面如果出现了重唱的话，它应该是一种还是就是说是从西方来的模式。但是我的歌剧里面有一种表达形式是从川剧来的，就是梆腔，也就是在我的歌剧《夜宴》《狂人日记》《李白》里面都是还有《凤仪亭》里面都使用了梆腔，就是源于川剧的梆腔。梆腔这个形式，这个在《狂人日记》里面是用那个一个幽灵，就是狂人死去的妹子的幽灵来表现的。在《夜宴》里面，它接近于川剧传统的川剧的那种方式，就是这个我在唱我的 aria， 但是呢会有一个声音出现，也就是有一句话我不说出来，是由这个另外一个声音来说出来的，就是这是川剧梆腔的一种形式。它还不止于此，它可以把我这个内心想说，就是人物内心想说的话，说出来，代替人物来说。他还可以评价这个人物的客观的评价人物的行为，他还可以这个调侃，这当然这也算是评价，反正这是这个川剧的一种表达形式，很灵活，很有意思。这个是在我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梆腔这种形式，但是它不是重唱，但是这个它比那个这是一种梆腔，就应该叫梆腔，很有意思的方式，在那个在《夜宴》里面，好多地方出现了这个这样的方式，甚至就是那个皇帝李煜，他作为间奏曲，在一二三四场之间的间奏曲，你都可以那个间奏曲，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梆腔的一种扩大的形式，扩大的形式。